大家好，我是雨兰，刚刚过了18岁，来自意大利的罗马。因为我在北京生活了12年，它就是我最喜欢的城市。我最喜欢去的城市是桂林，因为小时候跟家人一起去过。以后回去可以找回很多的记忆。当然毫无疑问还有北京。我觉得北京的国际化和包容性可以把我的过去和将来很好的连接在一起。我觉得旅游的目的就是找回自己，它可以给你很多新的生活的希望。现在要唱的是《花瓣雨》，希望你们喜欢。是。